现在最关键的是，马兰之心掉到里边之后，那个人什么时候从这个里边掏出来把它拿走的？而且没有触发警报，所以他一定用馆长的那遥控器把警报关了，再把手伸进去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所以他拿走的时候就是在，就是我们在搜证的时候，他有可能就拿那个，然后来这里把这个拿走了。现在遥控器去哪儿了？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找的不是现场的证据，不是现场的证据了，等于现场。你的人设已经出现了，咱们现在搜身了，咱们搜完身之后就可以去搜那个。报告侦探，刚才有一个证据自己掉出来了。我觉得呀，是咱们马上眼吞东西吞太多了，然后就是他没准待会儿掉个橘子出来都有可能，咱们就不要管这件事了。咱们先来搜搜身，我用我的核桃这样查的更容易。好痒。你扫，这样我还能盘盘我的核桃。没东西了吧？我觉得他一定有个钥匙。这不是吗？你拿核桃怎么能搜？我的大宝贝儿啊！先看谁的？先看他的吧。好，我看看他那屋有多。